来，让我们欢迎今晚的主持人袁成杰、林凡。耶！嗨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！来，我来听听看现场朋友们的热情和尖叫声在哪里。欢迎大家，欢迎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还有线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随刻精彩之夜，我是袁成杰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精彩主持人林凡，随刻江湖无所不能，欢迎来到随刻精彩之夜。对，今天我特别开心能跟凡凡一起来合作搭档主持，上一次我看你上热搜也是因为主持，对不对？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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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林凡手抖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你会抖吗？今天抖不抖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僵硬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僵住？是因为心情很激动，因为心跳加速。哎，对，因为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优秀的我们的艺人嘉宾，同时更重要的，我们也请到了很多在随刻平台的优秀的创作者，他们是各个领域的达人，所以今天现场的朋友非常的有福，我们可以听着好音乐，看着好的舞蹈，还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表演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那在我们这个平台上，我不知道凡凡你平时玩不玩随刻？我当然玩了，我还在随刻上就是经常空降过，好像空降。是的，是的。我听说你昨天就到了。对，我昨天其实就已经偷偷的来到我们现场了，然后我悄悄地把我们现场的50多个创作者的展位已经全部逛完了。哇，这么认真，怪不得我刚看你偷偷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就是他们的吧？是是。OK， 其实，在我们的随刻平台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品类，比如说音乐啊、搞笑啊、美食啊、运动啊，开箱达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在随刻平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自己有兴趣的东西，这是我们最想要的。那今天是我们次线下的聚会，所以我们也闲话少说，一一请出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，好不好？